声，谢谢。大家好，早。透早起来就烧香，你看哈。看到遐济人来到遮，咱就讲，恁是有影是有智慧的人，会当选择。Hello， 会当选择这条路，有影是为着咱台湾，为着咱的子子孙孙，得到一个新的盼望。我本人叫沙凯，一届、两届、三届，咱会记看到看到三届，吼、哦。但是讲咱一届努力未成功，第二届过来拍拼，我相信第三届安怎？一定成功。恁咱是来到遮，即马是第几届？第二届吼，爱努力一下。今仔日咱所看、咱所想的代志，咱可能为人是哄爸母吼，讲恐吓你无来，你唔听恁老爸话，你就惨。恐吓的人哄恁老爸恐吓的举手看麦，还是讲因翁吼，你若是无要来参加，我甲你离婚，有这种的无？无啦吼，咱大家拢是。本土台湾人非常用心，非常努力。当然啦，咱今仔日大家拢是高级班，高级班了，咱就是准公务人员。咱若是讲要考公务人员，一般来讲无遐尼简单。侪有人准备一冬，有人准备两冬，甚至是三冬拢有，但要考试考考的也拢无考袂掉。非常困难，但是咱这边家会困难未？来到这，你听听咧，高级班听听咧，点招加职务迄个啥职权训练，咱会当做公务人员，这有影是几啊百年来拢唔捌拄到的，这是因为恁这本土台湾爱台湾的人，较有这种的。眼见的哈，我今日所要讲的哈，我今日所要讲的是讲台湾民政府的执政团队执政团队应有的智慧、心态和亲和力。咱来到家，咱怎样要成为一个台湾执政的团队？初级班上过的举手。差不多拢 OK 嘛吼，好，也未上课，也像初级班，十几个啦吼，安尼，初级班上了，咱就来高级班，咱来高级班，初级班，咱的教学是伫后壁遐，接着是高级班，过来就是职权训练，就是咱饭店遐，迄个食饭的所在遐，所以。这种的状况，到即马来讲，我经过几啊冬，恁有影是非常福气。当年第一期到二十期，大家拢无遐尼享受，顶悬无啥，无电风，边啊无冷气，热天大家衫拢湿甲，足艰苦的。暗时啊困啊臭咪毛，冬天的时候风簌簌叫。大家暗时啊困无眠被，咱今日敢有眠被？有好困无？有一处有六个少年人来报道，迄可能是红逼的啦。逼到尾啊来到遮，报道了，然后传去迄落咱的，咱以前是通铺啦，通铺吼，到遐是困的，这里有奇怪，这哪会当困？安尼啦。伊讲袂当困，伊马上来讨论了，讲好啊，免来读啊，因得落来，落来到客厅，伊就讲安怎呢？阮交6000块，叫我困这种的，毋是饭店，恁这是创啥呢？我就讲歹势，为了台湾，咱大家拢牺牲，恁若是讲认为袂使嘛，安尼，恁就请你回去，你回去。退票嘛，包将6000块拢交交予伊嘛。结果手续拢办好哦，要出门落雨大雨，
好路口吼袂当出去，即叫车无方便，就伫外口呀，就开始过冬天呢，到尾啊无法度过入来啊，我讲是安怎，都无法度处理啊，无法度处理啦。有一个人讲，哎无啦，咱都规矩报名好啊啦，报报的，报报了，迄暝都好全吼全部拢停电，然后无电风也无，啥物也无，无到下再写六点。吼、哦，大家受苦咧，所以讲天有伫看啦，咱遮较单纯愈好啦，对不对？因为咱得到这种机会，毋是讲大家拢有的呢，哦，对不对？毋是大家拢有的，所以讲我们必须要从深处了解，今天完成了高级班，我们就能够无缝接轨。多少人讲无缝接轨，讲是足简单呢，不要那无缝接轨啊，对不对？咱多个人也就，咱迄个前几天会惊到无？有无？在边啊的无？有在迄个富贵的无？无吼，你啦吼，哦，啊你嘛是吼，会惊到无？啊？安尼吼，吼，阮迄暝听到砰一声，马上安怎联络所有阮的军手。联络所有副酋长，马上打电话给咱的同心，看有人在遐无？结果都用心了，不到两点啊，拢联络到，迄个人无打电话，迄样找无，安怎？好，安尼连续两三天了，大家人来报道讲，无论如何，若是知影什么人在遐，马上回报。结果迄半暝到两三点，大家拢讲差不多平安无事的，但是病院内底。高雄医学院来的十名吼，十名拢跟阮同心的名同款，因为中兄吼拢无写嘛，即外口两字只拢同款。我讲哇惨啊，即十个人是虾米人？阿公变哪找？阿公免，咱摕十个人甲伊差不多同款的名单，一个一个卡，啊一个一个卡是头一通无人接，我讲哇惨啊，伊讲无人接惨啊，第二通。啊！伊讲，伊就变成讲，空号第三通，安啦，我伫遮啦，安尼啦，哦，一个安尼卡到尾啊，吼，我讲啊，放心，咱同心无代志，啊，咱同心无代志，所以咱拢是一种诶，一种生命的一个关系，所以咱今日来到遮，拢是有一个爱，爱啥物？爱台湾的心，咱爱台湾的心，咱就会当共同努力来为台湾拍拼，安尼对不对？非常感谢吼，班长讲的吼，咱讲一句，咱都爱有一个拍手吼，你无拍手会独孤啦，吼会独孤啊，所以我顶下徛伫遮吼，开始会流汗，我来烫衫一下好唔好？所以经过这种的情形下，咱就了解讲，咱这帮的人就是因为有这种的看法。今日台湾整个的问题拢是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安怎？咱抗议敢有法度？济济人伫外口抗议，伊结果是安怎？无感的政府，迄是领导的代志，对不对？这种的政府敢会当处理咱台湾整个的问题？无法度。人足侪人话知影讲爱改革，要安怎改革？要安怎改革？体制内、体制外，拢无法度啦。独这条路尔，啥物路？法理。为虾米用法理？法理是经过规定。台湾是虾米人占领？在个人眼中，台湾是日本人，还是？美国，所以美国占领，所以占领就安怎不得怎么样移转什么主权，所以我们身为高级班的人一定要去了解。但是我今天被讲的进前，我就讲我们现在已经即将成为台湾民政府的执政团队，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完全的改变。因为这些的公务人员，你的态度、你的原意、你整个行动都需要改变。早期我走路是安尼走路，
今仔日我变成一个台湾民政府的一级主管，我都爱小心，对不对？我行路都非常安怎稳重，因为我是人，你知无？迄个人无同款，迄个人是经过训练的结果，了解为了解台湾整个问题，就是爱靠咱啊。咱以前会当批评哦，这流氓政府吼太高啊，哦安怎安怎？但今仔日换恁啊呢？恁要做官呢？咱要带领遐尼济人啊呢？在这个情形下，有一天人嘛讲，同款个，哎呀，恁这七旁的人嘛同款，甲迄旁的流氓政府嘛同款，因为咱无改革，我们没有更新，没有变化，对不对？所以咱即马了解了，我们已经要身为台湾民政府的团队，我们更应该有一种确认，啊，深深的有一个了解，我的心态开始要改变，但是。那改变心态以后呢，我们必须要有相当的智慧啊，然后慢慢的借着我们所学来的，你看咱即马，咱即马迄个职权训练，你有看到无？即回家也是虾米虾米迄个团队啊，黑熊军事教练，现在他们在晒太阳，伫外口遐徛伫老光，是安怎？他们是黑熊队。黑熊队，咱不是讲黑熊队培养了，拿枪杆跟人家对抗，不是。黑熊队未来要做啥物？怎样来教？啊，以后他将来就做一个监督者，也就是督导、分局长、局队来对，伊是督察。有任何问题，免伊处理，伊会当写字写名讲某某人做啥物，做啥物。要向美国报告，经过美国的审查结果，我们的纪律会，这人有要问题，马上安怎啊立掉，这就是他的任务。他是为了完全配合管理、督察一些公务人员，因为咱以后的公务人员，噶即马现今呢，拢可能噶咱宣这个效忠，然后经过咱这五处的。上课了啊！伊就马上会当胜任咱的公务人员，因为咱四千的人，敢我倒通管台湾，敢我倒，所以我倒，咱是一级主管，咱是政务官，所以咱是得带领领导，所以咱领导是咱来了解，免来领导，你敢无经验？无经验免来领导啊！但是咱爱努力用心来做。你若是讲今仔日做民政厅的厅长，你要安怎做？你爱去授课，民政厅相关的业务是什么？警政厅相关的业务是什么？啊，这些农业农林厅相关的业务是什么？我们必须要用心去。请求讲，恁老爸留一个田给你，你嘛爱顺产，最收益倒来的，啊，要排安怎排的？啊，这土质也是咪爱个更改良，你爱用心去经营啊。对，一直讲嘛，公司是安怎来的？公司嘛是有咱有一个既定的目标，亲像咱今仔日有既定的目标，为的是将这流氓政府挂出去，对不对？所以咱来计划，先来要用心。你即马要安怎好挂出去呢？爱根据法律，咱单单用一支笔，用支来控告美国政府了。他知影讲啊，原来用万国公法、国际法、战争法就能解决台湾的问题，但是即马主权的地位在不明的状况之下，你能解决台湾的问题吗？不能。所以今天我当了解，今天台湾主权的地位是属什么？现在的状态是日属美战。那为什么大家起来看起来讲，伊无阿多糖啊？还有啥公投？为什么不能台独？今天你们知道了吧？啊、哦，为什么不能台独？来，爱容易发很爱发问的。Thank you.
好，掌声鼓励一下。因为咱顶管是虾米人？军政府，对不对？所以呢，美国军政府许可你公投吗？不许可嘛。所以以前咱唔知嘛。我是本土台湾人，选举也是我本土台湾人。咱了解有一个团体讲，我是本土台湾人的时候啊，嘿，咱就爱支持。咱参与几啊十档的选举，结果咱得到虾米？拢无嘛，仍然是原地踏步嘛。我是高山族，我爸爸卑南族，妈妈泰雅族，所以讲下面我家是卑南族，顶冠是泰雅族，总称为被淘汰族。哎呀，有一次好高峰会议，李登辉在台中高峰会议，我是记者，我就举手问啊，请问总统，我是哪一族？总统很奇怪，你问这要从哪？因为你变过以前是三地同胞呢，然后三地同胞，顶管一个三胞跟平胞啊，平地三胞跟三地三胞，对不对？了后经过阮的努力，甲得到原住民，但是伊唔甘将这三甲平撇掉。阮爸爸是平地三胞，我妈妈是三地三胞。三地三胞，安尼盖原住民了，也个三原甲平原，所以讲黄埔噶吼，唔知是要安那称呼我家己，我请问一下，我是虾米胞？我是哪一组？好，你好，马雄，干内政部长迄个黄什么文呐、啊？黄祖文吼，迄是你的代志，你回答，你回答。伊就讲，你拄啊讲虾米？我讲，我就比啊，下面家是卑南族，我爸爸是卑南族啦。顶管家是泰雅族啦，所以我统称为被淘汰族啦。因为你即摆选去，我要选我爸爸即控的是平地三胞啊，我袂当选啦。我选我妈妈家三地三胞，我嘛袂当选啦。我要安那来？结果我就讲确认我到底是什么族。结果黄祖文佮问李登辉讲啊，总统讲，我唔知要安那讲呢。所以乌白来乌白母对不对？所以您即摆是讲。台湾的女子嫁给美国人，生下的孩子是什么？对不对？好，台湾的女子嫁给德国人呢？德国人嘛，是不是这样子？那台湾的女子嫁给中国人呢？中国人嘛，就清楚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必须要厘清很多问题。你是什么人？你要对他们说，我就是大日本天皇的臣民，对不对？有行不？那我来问一个看卖哈，皆さん、他是我日本人ですか？跳舞的唱，有影哦，像这哦，我问的说，各位是大日本是日本人吗？我问的是皆さん、他是我日本人ですか？你们说嗨，しかし，但是还有个但书哦。僕たちは天皇陛下の臣民だ。我们是天皇的臣民，对不对？好，那我们来考验一下。我说，皆さんたちは日本人ですか？叭一下，好不好？好不好？皆さんたちは日本人ですか？不整齐的，不行，一塌糊涂。皆さんたちは日本人ですか？哎呀，差不多，还可以哈。所以说爱傻拜嘛，哎呦，皆さんたちは日本人ですか？啊嗨，我现在我八十分呐，八十分，来爱护属客，根深蒂固的，皆さんたちは日本人です，僕たちは日本人です，要有那个信心，所以日本の精神持って，你要把抓住有那个日本的精神，来完成台湾民政府，今天从法理、国际法、万国公法。让我们清楚从旧金山和平条约说明了台湾的主权，安尼咱就有一个曙光入来啊！台湾的黑暗慢慢啊呐，渐渐的要离开啊！这是靠什么人？靠咱在座的人呢？但是靠一个人，敢无法度解决？敢那靠一个秘书长，敢无法度解决？无法度爱间隔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身体的里面嘛。台湾民政府的大身体里面，
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我。咱爱有就是一种的认知甲认识。我可能是台湾民政府的一个白牌，啊，一个白牌。你可能是目睭，但是有一天啊，目睭讲，哎，白牌，足凄惨呢。安那拼，安那拍拼，我拢嘛是伫下面遐，我袂爽啦，好啦。安尼来这白牌，就讲好无要紧，你要安怎，你在你讲啊。哦，啊，讲你上好离开我啦，免去我免去，干嘛？我会点管车啦。啊，这白白足听话，安尼好，我更加会使未？白白更加会看未？所以无可能离开嘛。你爱共同认同，那是我身体中的肢体嘛。你必须要有这样的看见，你必须有这样的那个认识。所以今天台湾民政府执政团队必须要从这个根本的问题来解决。好，根本的问题来解决。你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解决方式，你就没有办法。亲像我是用讲的，我今天到这，我的脚麻，我的手麻，麻到白白净净。那是一两年前，咱的日本的参众议员来到这，我们坐坐游览车去宜兰介绍早期的日本的建设。我伫路中拄好无拄好，我拄伫安尼讲的时。我面对咱的日本的迄个啥迄个人客，咱的众议员甲参议员介绍日本人早期恁的学徒参加阿公伫遮的建设，拄啊好司机啊雄雄 Q 不得去啦，雄雄刹车了，我得为电管摔落，摔落我遮三四医生讲要换骨头，阿公啊唔通啦啊。到到即马无换，但即马手病病安尼酸酸，哦，足艰苦的。但是问题，我会感觉讲，我无论安怎，我今仔日我找到一条路，会当改变我子孙的问题。我只讲有一天，麻甲袂行路，啊，即手也袂叮当的时，我背嘛袂来到遮。为什么？这是一个任务，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目标。我这一也有一天，我老啊，到尾啊，仔仔孙孙徛在我头前讲：“阿公，好佳哉有你。无迄当阵你出力，今仔日我无法度通得到遐尼好的环境，遐尼好的教育。今日咱做阿公阿嬷的人，咱做爸爸妈妈的人，咱爱有这种的认知。今仔这人，少年人啊，有男女朋友唔敢娶，你敢知？”原因伫倒，22K 敢无法度通个饲囡仔，敢若会当饲因家己三顿，无法度对毋对？所以你侬我侬，侬到尾也无钱也无法度结婚呐。总共结婚了的时呢，唔敢生啊，唔敢生啊，牛奶钱遐尼贵，对毋对？所以即旁遮个少年人，我比爱你敢知？毋是讲因即马拖到30岁，啊无啦，即马少年拢同款啊。问题你道理敢知？是因为政府无法度通个照顾嘛，是不是？所以伊无法度，所以伊唔敢，这就是悲哀啦。从今仔一开始，咱要用心去了解、探讨一下哈。所以我们必须要完全的认识，来厘清日本、台湾与美国真正的关系，这是一点。第二点是执政团队应该有一个智慧以及态度，怎么来改变？第三，我们如何产生？亲和力，所以台湾民政府最终的主轴跟宗旨是什么？大声说啊，来，为百姓设想，它是一个公仆，你知道吗？公仆是没有己，没有自己，公仆是牺牲奉献，公仆没有爱呀，是安怎安呢？公仆的职责乃是为百姓设想，那为着咱的子子孙孙，咱选择做公仆，咱就一定爱改革，哦，一定爱改革。所以咱了解，咱为着咱这边家，咱爱了解讲，我们跟日本、台湾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从法理的基础来去探讨，来去了解。所以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的规定，哈。第四公约的规定，领土在敌人的对方的军队全力控制之下，
好，权力控制之下就是属于什么？你要记得哈，以后要考郡守还考什么都会有记载，就是在你在敌人军队的控制之下，那是被占领，叫做占领。所以永昌这里看到我们日本台湾战败以后，在1945年的10月25号，日本天皇向盟军怎么样投降，就举行一个典礼啊。投降典礼它的意义就是代表着交战国美国总统与日本天皇之美国总统开始占领了什么日本天皇领土的开始啊。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日本的领土啊开始被美国占领，所以来管理，这是属于在战争法之交战国占领啊，交战国占领的开始是从这里，根据战争法。所以当天并没有日本，重点在这里要注意听哈，当天并没有日本台湾领土移转给任何一个国家，有没有？可以啊，可以啊，啊，没有任何，今天就是说，啊，台湾是属中国的，当年这占领了，这个有没有移转给中国？台湾有没有移转给日本？别的地方？没有。领导那是讲买卖，你要有没有移转手续？要过户手续，对不对？所以你过户手续才能属于他人的，对不对？所以他并没有移转给任何一个国家，他只不过是占领的状态而已啊。今天直到今天，他只是一个占领的状态，他并没有归属于谁的啊。所以对日本台湾而言，在1945年的10月25号开始，美国对日本台湾的领土啊，美国它是一个什么征服者，来执行占领与义务的开始。因为美国这个战争法中，它唯一哈、啊、日本台湾的地区它是主要的占领者啊，占领权国家。而这个时候蒋介石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它只是因为被美国所委托啊，是被美国所委托，他不是占领，而委托是次要的占领国啊，占领全国啊，他不能因此改变了日本台湾的领土归属于什么呢啊，归属于他们嘛，对不对？所以因为国际法严格的规定，占领什么移转主权，一定要记得台湾目前仍然是什么日苏美战，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占领是最重要的啊！记得台湾目前是被占领，被谁占领？这个敌对的军队的这个权力控制之下，是美国啊占领了台湾，直到今天仍然是不变的。所以呢，再来第二个重点就是移转有没有办过户？所以嘛，直到今天还是日苏美战呢、啊。哦，这个观念一定要相当的清楚啊！所以美国他在中华流亡政府，他是受到了美国所委托的。今天来到这里，他只是一个委托，他并不是归属于他的。亲像阮国山做了山东啊，是安尼五党无做了，变成土地，变成丢中华民国的，因为这是土匪嘛，知道不？五年不耕耘，他说他马上我去告我爸爸，去调查我爸爸的名，变成东西中华民国的，这是白贼流氓罗马政府啊所做的行为。所以呢，今天没有移转，再怎么样阿公阿嬷不在了，这个土地还是我们的，对不对？没有过户嘛，所以说这个台湾是中国完全是谎言嘛，那种骗人的嘛，是不是呢？哎，我这种已经第一个了解。所以呢，这边国际法很严格的规定，占领什么？大声的念来，占领！一定要确认，啊，他占领了，他被占领了，但是他不能私下，啊，移转主权。请求我罗马头，我们霸气，我告领导，我提钱。你为了生命在得出你，对不对？但是我占领你的厝，到有一天我要买卖，敢有法度？买卖是爱找什么人？还是要找你们，对不对？今天咱的状况是安尼，买卖要取得回来，我们先向日本天皇
啊，跟他有美好的沟通，然后根据外国公法，所以我们采取了控告美国政府，因为他 delay 了那么久，他战争占领了台湾，他并没有立即的成立平民政府，所以等到我们控告他了以后，才确认啊，他开始在2009年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设立了我们台湾平民政府。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延伸到今天，才有台湾平民政府。台湾平民政府简称为台湾民政府。平民是占领的国家才会叫做平民，像伊拉克被占领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平民政府？一样的道理。所以呢，我们讲就说，今天台湾是被美国占领，我们他赋予我们，他必须要完成当地的人民成为一个平民政府，要扶正扶持。让他们自己来管理自己，这就是这个那个美国人一定要做到，到今天他并没有做到，一波折叠啊。所以这一个几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深思探讨。所以呢，1866年美国最高法院针对的这一个像针对目前他们所做出的这一个案子，就做一个判决啊。这个判决呢，他怎么判决？米利根这个案子，他做出了这个判决，他指出军政府是在美国领土的地方、领土外的地方，若发生了战争的时候，军政府就怎么样，就出现了，啊，就出现了。或者说，针对的叛乱国在国内里面兴起了一个啊这个内战的时候呢，这个美国军政府就怎么样？就开始有执行的这个权力出来了。他根据这个模式，换句话说，军政府是占领军对于被占领地区执行政府的职权，啊，执行政府的职权。今天台湾民政府，他必须怎么样？借着这个占领权，这个美国军政府来介入之后，完成的将台湾的这个政权转移交给合法被占领者的这一个权益。所以说他被占领的地区，他执行了政府的职权，像例如今天的这管理当局，他是委托给流亡政府的啊。既然军政府只是一种的暂时的状态，或是说临时的状态，很重要的一点啊，这个问题你们必须了解，军政府啊，军政府何时才能够解决对占领的问题呢？我们必须要深思跟思考，什么时候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啊，是不是我说就可以解决？谁要说才能算数？美国是谁？美国总统才有资格，唯有美国统领这个总统才有资格。所以呢，我们知道军政府来执行他的这一个公权力，他必须是在他的国内发生了内战才会执行，在他美国领土以外发生了战争的时候，他就会去介入了啊，他就会去介入了。所以我们看见执行啊这个工作是军政府的事情，所以今天那台湾也是一样，美国军政府介入了，所以有许多流亡政府为什么宪兵？猜测了，为什么这个乔连白？好，那你看这次今天高雄的问题，你看到军车出来有没有？有看到不？电管有落口不？电管有加牌不？拢无，跟他印一个合背呢，对不对？为什么没有牌？没有牌就同等于恐怖分子呢？是不是？所以今嘛不以下命，好，连后勤也撤掉了，宪兵也拆撤掉了，然后呢什么？然后所有的那个宪兵连也没有了，所以这个问题，咱有去思考为什么不？是什么状况？是什么人无法躲藏啊处理这代志？是不是美国军政府进来了？啊，渐进的、逐渐的把这些权柄收回来，请求啊，蒋经国文集446页有讲，跟伊老伯讲，把他说，今天美国、英国可能。担忧我们对这个防卫上不足，所以因此他们要求把这一个代理权、委托权拿走。
在蒋经国的文集第446页里面在说，这里足够证明台湾不是因的嘛，对不对？这是因自己写的呢。所以咱爱你，既然咱们做民政府的这一个执政团队，法理基础不懂的话，我们就很难跟人家去谈论这些事情。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认知哈，认识啊、这些这个问题，否则我们真的是不傻傻了。所以今天的台湾仍然是暂时的什么啊？就是说，目前他暂时就既然就那个对不起，就是政府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或者称之为临时的状态啊，临时的状态。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用心的去了解，军政府何时才能够解决对占领的这个占领区的占领？就国际的实例，我们可以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啊。国际从那个加利福尼亚州为例哈。该州原属于这个墨西哥所有，这个州哈是墨西哥，但到了1846年的10月25号，这个美国跟墨西哥发生了什么冲突，所以美国国会才宣战，5月13号就正式的向墨西哥宣战了，但是到了1847年的1月13号，美国占领了这个加利福尼亚，到了1848年的2月2号。两个国家签署什么东西？签署条约，在1848年的7月开始生效，那就是和平条约。生效之后啊，这个和平条约的第五条将什么？加利福尼亚州割让给谁？割让给美国，对不对？所以生效以后，这个加州这个民政府呢，是在民政府成立之前。当地就发生了税务的纠纷，那个在西亚，那呢潘议长我的讲，就是特别区的问题，税务的问题会产生，所以税务的问题产生，问题的症结是在哪里？谁来管辖？这谁来管辖？探究管辖权是归属谁的？我们真的是要好好去研究和平条约生效以后，军政府是否可以解散？或者说军政府是不是自动的消失？有人说美国炸得不在台湾啊，每一次台湾要发生问题的第七舰队就怎么样回来台湾海峡，对不对？所以它永远而且是一直存在的，没有消失啊，没有解散。所以这边答案就很清楚，讲军政府在和平条约生效仍然存在，仍然存在。法理的根据为1850年美国最高的法院判决，这个案子美国虽然占领了该区，但是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是国际法、这是定的，没有人能够改变的、我们必须要去做了解哈。所以因此占领区的在国际法、国际法理来讲，它形成一个关税领域，就变为形成作为一个特别区了，特别区特别管理。从1853年美国最高的法院对这个 Crossgun 跟这个 Harrison 案的这一个判决更详细指出啊，加利福尼亚这个军事政府是因为管理上需要和目的他所建立的，所以呢不因为是和平条约生效和平条约消失就硬是要特别，就是说这个不因为是和平条约已经消失了或是生效了，这些东西它必须根据目前直到今天仍然持续的存在。在台湾的问题也是一样，台湾不因为是中华民国委托给中华民国，但是美国它执行它的军事仍然是保持，仍然是存在的，没有改变没有改变这块领土建立一般的民政府，最后美国军政府在哪里呢？在加利福尼亚州，到1849年12月20号，被加州民政府所取代，那个时候才开始结束了。所以今天美国军事政府介入之后，恢复了来去管理之后，慢慢的扶正我们民政府直接的管理我们直接的百姓。那以后是不是交给他，还是故意他？我们就要波德利克一样，来挨个俄加跳哎。好一次为站在那边站卫兵保护我们，让美国人做，免叫咱惊啊！替啊持枪啊，替啊，站卫兵，咱不需要
啊，让美国人来管理，然后啊，过咱台湾人的生活，安尼是比较较好，对不对？啊，今日讲讲吼，比较较会顺当。我啉一个西呗，哎个吼。所以美国军政府对于台湾的管辖啊，你要会记哈，是在1945年10月25号启动。当年讲安怎？10月25号，咱早期印象是啥物？光复节，敢有？咱有参加摕火把安尼光复节无？有吼，我细汉的时嘛同款啊，我细汉的时，阮伫山顶部落嘛是足认真嘞。顶啊，撮撮的，放迄落草油还是啥物吼？啊，烧烧吼火把。迄当年我细汉看到迄嘛，哦，足感动呢。哦，遐尼水啊！光复节呢，也阁有表演，也阁有跳舞。今日想想起，有影是，哎呀，小看安尼吼，拍台拍台啊！所以呢，1952年10月28号，我们的《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以后啊，生效。时呢啊，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这是一个非常肯定的哈，非常肯定。所以对日本台湾而言，美国军政府管理如果要结束，一定要什么？由美国政府明确的宣布，对不对？你要结束，一定要美国政府的哪一个总统？总统宣布之后才能够结束。这些我们必须在逻辑上要去思考，啊。要解决台湾的问题，不是随随便便拿枪杆就解决台湾的问题，国际法还有呢，战争法还有呢，对不对？还有人才说一句话才能算数呢，那就是美国总统，我们必须要了解。所以然而台湾民政府代表林志深在已经在了2006年10月24号、啊、那时候怎么样控告美国总统，所以到了2009年10月7号，美国高院也判定什么？判定什么？台湾无国籍，对不对？台湾有国籍的几种？你们不是有 passport 吗？有那个护照的几种？那你们就是台湾呐、啊？干不起，台湾仍然是无国籍。我们必须要确认哈，台湾敢台湾有敢有台湾政府？那现在目前的是什么政府？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嘛，所以永远没有台湾政府，对不对？所以到近两年来，即马因这边流亡政府拢讲台湾，以前拢袂当讲呢，台湾两字无法度通讲，对不对？到即马伊知影，讲台湾，我们是台湾政府，我们喝台湾的水，咱食台湾的米，是不是安尼？嘴里乌白擦的，足乌白擦的，对不对？啊，台湾啊，我们看见台湾生活在什么政治的涟漪中？啊，他承认美国还在占领日本台湾，美国行政单位要协助日本台湾。那我们今天看看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的涟漪中，怎样也唱？有无？无啊，恁兜嘛是吹冷气啊，对不对？塞变数啊，在 BMW 啊，那有政治的涟漪，啊，那看也看无，对不对？哦，但是你要沉哦，你要沉淀，你好好去思考。我是想用这套，哦，我是想用这故事啊，甲咱所有民政府提醒，咱透早起来运动，有在一早时啊，走个起来运动也像。少年人嘛有吗？一般拢是五六点，拢是老人咧安尼。一二三，这样呢，拢是安尼为着健康啊。伊知影生命无偌久啊，对不对？会知影透早在底下行路，哦，也过来游啊，安尼的运动诶。但是要有一旁人是安怎？捡啥物？抓棒，捡杆啊，你知无？透早起来，吼，我伫看老人底下摔。压煞，佮捡迄砖，迄个啥砖棒。但是骑奥多麦外高，你敢知？骑奥多麦佮拖一个一箱呢，一箱吼、哦、5-6包呢，满呢。啊，奥多麦也佮头后壁一包，边啊佮一包，
即搭也过一包，头前也过一包，边也过一包，哦，遮过一包，我那边来看。台湾老人外高，你敢知？迄阿嬷是安那看？安尼嘞？脚、手安尼，嘣嘣嘣，吼，外高晒呢？迄是虾米人？迄是台湾人呢？老乌啊，敢有？透早起来吹酒干那的，老乌啊，敢有？我是想用这句啊，酒干那看袂无。手干那看袂无，手干那看袂无，手干那看袂无。迄敢是老乌啊？迄都是咱台湾人，你敢知？为什么？伊一个月就几块？咱的老人都无，老人年金。我这以前较无，是虾米时代开始？阿扁开始嘛？咱家来有三千块，对不对？你看阿妈摕三千块，吼、哦，面都啊开始笑笑呢。我讲好家在，我有三千块，三千块摸嘞，暗时啊困拢更加呢。我当城堡呢，酒干那阿妹婆。手干那看袂无，手干那看袂无。你爱了解，咱即卖台湾人还是仍然在一个政治的任意中啦、啊。你要改，你要怎改？独独干那为着独独咱来徛这条路法理。唯有法律才能解决台湾的问题，你不要存有侥幸的心啦、啊！你来个家有认同，高山那個、高沙族，咱这阮这种高沙族受到太多不公平的待遇，但是为什么伊闹来的讲我是中华民国？你看在，你是中华民国？之前我对底下拄到一个少年的。阮家内底兄弟拢挂美国国旗，伊马上来，目睭加上红红的，讲你们干什么？中华民国给你教育，中华民国养你大，你为什么挂美国国旗？你们为什么不爱国？我差小块被号呢。吼、哦，迄少年人甲前个过烟斗，吼、哦，我就讲奇怪是安怎？好，刚才伊带伊妈妈来，我讲少年呢，你妈妈你看。中风，走路，你爱个红，你爱个迄条，伊逐个月有老人年金无？有无？伊讲没有。那边啊阿伯，吼、哦、老乌啊，伊一个月偌济？一万多块。那你妈妈没有？她有，为什么？你说你爱中华民国，那你妈妈是不是中华民国？你说是，她为什么没有？她有。公平正义何在？我说你公平正义何在？所以因为我透气，我要把刘婉珠赶出去，这是我既定的目标。所以我才叫我弟弟们一副一副的把美国国旗挂上去，因为我知道我参加，我参加这个咱家这种初级班、高级班，我较知影讲原来今日台湾问题也是日俗内战。所以因此我必须把美国国旗站起来，台湾不是流氓建户的，对不对？所以早期你敢知？以前讲历史，咱时常讲的，下面人的主意，海意，海外，统一的声音，你听有无？听无？听无？举手。跳舞哦，三民主义，海内海外统一信念呐、啊。伊早期的讲，伊是统一信仰的呢，是你家己讲哦，上翻民国元帅啊，下面人的主义，三民主义啊，海内、海外啊个统一信仰，对不对？
一早就知影，伊是伫迄个啥南京的流亡啊嘛，吼，就安尼亡啊嘛。但伊来到遮台湾，讲九发民国，哇水，哇啥物水啦？啊，对不对？哇水。啊，迄是蒋介石甲余国华，毋是讲话拢安尼吗？九发民国，安尼，看咧鬼啊！九发民国，你嘛是看到鬼的嘛是欢喜噶，对不对？我们是九发民国，九发民国哇水。然后拢水啊，拢水啊，对不对？我那对这是一个语言上的那个的哈。但是咱的政，咱台湾民政府不要在口头上去做侮辱啊，跟批判的，因为这是一种过度，让加深我们对他的印象，哈。所以这一个东西，但爱武这种时刻，我们今天仍然是在这个政治的另一中，我们必须了解，要安那解决，独独来到这。参加咱初级班、高级班训练了，咱才来知影间隔的问题，对不对？咱无安尼，咱要安那改革，无可能改革。所以明仔我是上帝讲吼，咱之前训练我就想讲，阮高永洲嘛同款。恁今仔日开始就要做官，你要做官开始，今仔日就爱改变啦。咱的思维改变，精神改变，性格要改变。你不改变，你不要来做官，对不对？你要受人尊重，你必须从你自己更新变化。但是不简单呢，咱经过五六十年，迄个教育根深蒂固，毒素伫内底，内底佫敢安尼，敢要做，拢是安尼问号啦，拢是问号，所以咱安尼。咱爱用心努力，将这新台湾论，有新台湾论的人也唱。哦，像这吼，无是伫隔壁。迄我来讲，你看咧考试，啊，要考试，郡守考试，郡守是同等于县长，你知道吗？咱即马郡守考试人愈来愈多，吼、哦，咱遮嘛有一个郡守吼，有伫遮有郡守也起，啊遐，啊起来了，郡守起来。郡守两位吧，给他们鼓励一下。哦，他们是经过考试，他们用心把我那个重点记住。考试欢迎大家都参，就是爱爱做郡守员，但郡守需要较济。哦，每一个郡守里面很需要更多的未来最基层的，所以同等于县长，啊、哦，来去管辖。所以你们要读这个《新台湾论》。新台湾论，它能够从里面看见，看见什么？看见台湾整个原貌，看见台湾整个问题，看见台湾用什么方法才能解决台湾的问题。所以林志深博士非常用心。我要讲伊的时候，我有影足感动的，伊是经过过程的，哦，经过过程。我想就是等一下有时间，我会慢慢去跟你们分享，哦，慢慢去跟你们分享。所以呢，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必须知道台湾人民的生活、政治的另一当中啊，足济人为了家己的土地啊，伫遐安怎，白晒老，伫遐白晒足艰苦的。你看咱迄个苗栗熊熊，完了马上被怎么样怪兽安尼撸嘞？那个稻米快成熟了呢。我有一天我细汉的时候，我爸爸牵我的手，我伫住上楼大同乡上楼。啊，我的田偌水，迄条啦稻米哦，就是隔天吼，就要就是要割稻，迄面就下风台，一再需要水啊，间隔了过，我迄条稻米拢差不多被淹没了嘛。我爸爸了我的手都目屎滴流，迄种心非常的痛。但你看这伊的土地问题，伊也哭泣，这是台湾人吼、哦、哭泣。你看那稻谷主。稻谷主什么？因遐部落啊，坑伊条啥啊？废河啊！当初唔知呐，用欺骗呢。讲我当年补助偌济，大家拢欢喜到要死。结果呢，到无几工，囡仔生嘞无嘴，也是无迄条，拢变啦。伊安怎？已经受到污染了。所以受到污染了，他开始就发动抗争嘛，发动抗争啊，发动抗争。你看啊，带着孩子啊，当局滚蛋。这种的悲情、愤怒啊，这种的愤怒，
拢是咱台湾人所有吼、哦，每一个角度拢有愤怒，了后呢无奈，这表情就是整个咱台湾的一个现实面，对不对？当有一种感受，你就知影，来用心努力来改革。你无了解，咱拄仔讲的，咱的阿嬷啊，叫笨蛇，对不对？这施放者，这间隔都是有形无形的，都在政治的另一中。咱未来台湾民政府阿嬷一个月偌济？未来老人年金一个月偌济？800到1200，同等于36000。咱36000伫钓时，咱是毋是好过啊？啊？哦，以后马上伫钓迄头一个月，咱组团去日本佚佗好唔好？哪里不好？啊，对不对？啊，阿妹主公，阿妹叫我阿妹主无？你好，那么好哈？哦，我真正好啦。哦，36000，但免烦恼啊。即马时间吼，即马足济老人哦，有影向家己孙仔伸手来借钱嘛，足歹势。因为咱老人比较较会歹势啦。哦，行路来个遮，想讲。唔敢想着，到安尼来，伊就是个救你咧，就歹势，你知无？但是目屎是内流，往内吞，悲哀的老人。但是民政府会当改变这代志，民政府来了，咱老人的话，我甲你讲，好家人，3万6，咱拢逐个月去出国拢无要紧啦，吼、哦。但是讲半冬出去欧洲一摆，哦，安尼嘛袂歹啊。所以我日本人，我看日本人去国外都是日本人，闽南日本人。嗨，皆さん達、お元気です。啊，大元気でしょ？哦，为什么？伊有钱嘛，老人我有钱，你敢知？所以呢，民政府完全的改革从这里改革。啊，咱的子孙细汉开始免出钱，一直读到啊博士，免钱，对不对？咱我即马高雄推行一个地下水道、地下水库、地下水库啊！我来讲，一啊，自来水不要钱，阿你好梦，自来水不要钱，为什么？哎呦闹啦！河床当年拢起的，河床底下做水库会使未？你要整顿像塞纳河咁款啊？别那平稳，河一条高高平啊，平稳。你南沙坝做漂亮的高级高科技科端的南沙坝啊，接地式的，一年洪台完毕，它转一下，这个新的沙土上来了，旧的要整理。南沙坝南是充其量大的那个洪水，慢慢渐进的把它柔软，到了咱设计迄种河床平坦。南宫最济的时哦，迄个水道边啊，还有一足深的水沟，一到遐。是直接到海边啊！安尼，咱遐水平拢保持，咱会当做一个船安尼行，为基山行到啊里港啊，为里港行到屏东啊，嘛林边安尼，还塞纳河澳啊那个什么塞纳河捌去过亚丘啊，然后法国巴黎哦，伊个船偌水呢，会当容纳2台游览车。你暗时啊，会当底下食、饮啊、卡拉 OK， 看下夜景。啊，塞纳河就是安尼。早期苏南城第一边遐也是我设计讲地气泡滤血啊，挡迄个啥海港、啊、海港内迄污染。气泡滤血是喷出水墙，了阻挡我顶面的迄个杂质安尼做。啊，苏南城讲会使，但是到尾啊吼，咱无后壁背景，没有背景，就是吴科长。你讲袂使，你的噪音会有噪音。我说，科长，你用心去看德国 DBT 啊，这个compressor 是无音而无声音的啊，没有声音是静音的，而且是经过我做个好诶。结果讲到尾啊，伊无多，伊讲拍摄我已经下包了。你再说，到起码南沙坝迄东西安尼，迄条南迄条污泥哈，东西。买一笔是救出来，安尼呢？阮去保利前面用迄船嘛，行到足水。但是无要紧，咱也够有机会。哦，未来高雄吼、哦、是上水的所在。
咱的旗津间隔班椅带遐的人，我们新造镇，新造镇可以带到遐，带到足舒适。那旗津间隔做海滩公园，好、哦，然后引进金黄色的沙子，但是因咱那边海水是安尼来，对不对？会流沙，色沙子都会流出去。我们做这个防卫沙子的那个结构，好、哦，从下面用那个RC结构哈、哦，来做一个盾来控制，那沙拢袂流出来。那间隔那座海洋的话，这是非常水的所在。啊，高雄到那个啦，灯塔遐无，灯塔到个寿山家做一个桥墩，足水的桥墩，啊，拢爱德国甲日本来设计，咱徒步向遐行过来，搁坐船转来。我甲讲，比迪拜较好啦。我甲讲，你爱用心啦，安尼有帮无？咱台湾有帮无？爱靠啥物人？爱靠恁甲我啦，对不对？啊、哦，所以呢，咱爱用心，爱努力，所以咱即马就是讲开始，要安奈来做改革。咱即马休困一下吼，我因为班长足早就甲你讲话训话，所以有个人无去变数，我是讲惊吼，小段挡袂掉。啊、哦，咱休困10分钟哈、哦，谢谢。